当然我们要学习是都，我们也有自己爱想单位，从过去的点点滴滴都是由小而大，那么我们也是要学习别人的地方与经验，来让我们更有发挥的潜力哈。那么时间上关系，我们开始开班，大众请起。班开始，向国际拉姆行三鞠躬，以前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坤到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。首先邀请我们红莲师慈悲。请问莲师慈悲，前到鞠躬，坤到鞠躬，莲师晚安。莲师晚安。是这样。下言人，下言的人，好。
你丁可能是你们的亲戚。亲戚。你们朱孝山呐、啊，朱孝山的小妹。朱孝山，朱点是另外吧？对啊，孝山我叫刚刚叫，你爸爸叫普通。你爸爸叫普通啊。先朱先朱孝山，朱孝山的小妹。好，先进啊，嘿，先进啊，先进啊，你小弟哦，哎，也是我们县里哦，我们县里的人才哈、哦。那到可能再找你到高雄去嘛哈，到台南去啊。在北部。哦，在北部啊，啊北部，哎，因为跟我们重庆有缘了哈、哦啊，所以到重庆去啊，啊就一炮就而红了哈、哦，就把都点了是吧哈、哦？那我们爱翔在这奋斗了五六十年了。你要帮我找到这个优秀人才，我们鼓掌一下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邀请我们这两位为我们啊开导从政道路攫取原因已过程。好，谢谢各位。谢谢大众请起。天点四十杯，前到几公，坤到几公。连诗文华。